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三立集团昨晚举办了牙综艺天王吴宗宪受邀担任表演及抽奖嘉宾，现场他出演唱成名曲《没你的城市》，一登场便将全场气氛炒热，让不少人直呼简直像是在为小巨蛋开唱献爱身。他看见台下员工十分捧场，开心笑说，台下的人比刚才毕书尽唱歌的时候还要多。接着吴宗宪邀 K 林百胜一起抽奖，除了抽出原本既有奖项外，还加码送音响、小间乐以及他经营的新铺业，舞台市值86000元的吸尘器，并开玩笑说，我的目标是干掉 BYSON。 除此之外，吴宗宪还在送出多个墨元红包，相当大手笔。吴宗宪受邀担任了牙表演嘉宾，记者王文林社。吴宗宪又 KID 左三立北牙，记者王文林社。